慈济麻坡智慧浴佛典礼设有孝亲区，许多民众带着父母前来，勇敢地对父母说出爱。我感恩我的父母，他们养育我。姐，母亲节想要跟妈妈讲，母亲节快乐，我爱你。我祝福我家是生活身体健康。志工王秀香在往年会承担献供岗位，今年因先生罹癌而选择陪伴先生及家人前来浴佛。借此机会，一家人对年迈的母亲道感恩。感恩家婆，我去跟他浴佛，就是因为平时我也没有什么好尽到孝道啊，因为我们没有住在一起嘛，所以就趁这个机会了，帮他浴一煮。兄弟姐妹如果能够常常这样在一起，就是很开心。我希望我的家大家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的日子。爱要勇于表达，让父母欢喜安心。大爱新闻马来西亚麻坡综合报道。